我是你们的学姐安然。北苍殿已开启，在正式进入灵院之前，印记达到七级的学员还有一个挑战考验。学姐，请指教。碎空灵掌，我和他之间的实力差距竟然是如此之大，破！先克服多少？就这点能耐了吗？竟然这么轻易便被破了，那就分胜负吧。学姐，小心啊！